老弟，点亮红心，今天吃八月瓜。现在正是吃八月瓜的时候了，吃一个大的。以前小时候吃过，现在很久没有吃了。里面有黑黑的果实，依旧那么甜。它里面的纸好苦啊，但是它里面的果实肉太少了。以前小时候经常跟同学去大山里面去摘这个野生的八月果，好吃是好吃，这个里面纸太多了，太麻烦了。就是有点麻烦。